今日咧健康解码咧，我哋请咗黄小姐咧，就分享佢咧食咗敏迪之后嗰个情况系点样啦。你好，我是黄小姐。我呢就应该两三年前呢俾啲蚊咬啊。俾蚊咬完之后呢就唔知点解呢佢唔好之余呢仲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啊。即係将个伤口呢越嚟越大係咁化开咗佢。好厚咁样。变咗你真身嗰啲肌肉呢好厚嗰啲达达咁样。係啦係啦。而家系细达咗好多。其实我系两个礼拜之前上嚟食饭咁样买咗支敏迪嚟试嘅，食咗两个礼拜之后咧，觉得 OK 嘅，因为收细咗啦，同埋冇咁厚啊，咁咧所以要今日再上嚟买。我谂我呢两年嚟讲，搽咗好多药膏啊，十只八只都有噶啦，消炎膏啊、类固醇都搽，即系用咗好多药膏都唔得咯，亦都去睇过医生噶，都唔得。我冇谂过。呢几粒系叫敏感咯，好在你介绍俾我咯。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第二节，呢两日收视麻麻地啊，睇下做得好唔好啦。因为成日讲男男女女啊，沟仔沟女啊，啊啲人点样成啊？不如讲翻啲正经啲，希望咧等即系当一个认识上，即系等人哋认识多啲啦。吓咁新节目咧就陆续咁推出紧，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啦。咁因为今个月咧，其实啲 view 数咧整体都上升咗好多嘅，咁希望持续呢个优势啦。咁我哋亦都会不停咁有啲精华嘅。咁广告卖完，上一节咧其实讲紧日本厂，你点样接生意？靠报关员，靠台商协会，靠呢、这个运输。即系物流、日通啊、近铁呢啲啊，去打关系入去做，有啲要台底嘅，有啲唔使。咁如果要靠得台湾人咧，就多数都系经当村，即系间厂嗰个附属嗰、那个居委啊、村委啊嗰类嘅人嘅报关员去接呢张 order。但系做日本嘢，货真价实。做台湾人比较乱啲，其实之前做节目咧，我都有讲过，讲过一啲台湾厂咧嘅特色。咁因为佢哋喺心目中其实即系台湾人等于中国人，华人嘅社会虽然佢啲人去咗台湾，但系佢基本上佢哋嗰个观念都一样，有钱使得鬼推磨。所以之前又话黑金政治喺台湾都奉行李登辉个年代，陈水扁都系，马英九我唔敢讲，咁喺佢哋心目中咧都系咁样一件事，所以咧好乱嘅，佢成日都谂有钱搞得掂，咁其实之前咧都曾经喺大匪看天下之前有一节目提及过台湾厂，我帮过一啲台湾厂处理一啲事，啊，因为嗰阵时咧就靠解决问题食饭啦。咁而家咧就正正式式啦。日本公司如果执笠撤退，因为咧近几年咧，虽然我冇做啦，但系好多你有阵时睇新闻睇到啦，好多日本嘅厂家啊撤出中国啊，跟住咧就，但系佢哋通常嚟讲咧，佢哋都会根据当时嘅劳动法同埋各样嘢咧，佢哋会赔清晒钱，即系大致啊，唔敢讲全部赔清晒钱，光明结业离开中国。但是他一走的时候，譬如日通啊、近铁啊，好多物流啊，或者好多做配套啊，譬如你生产纸皮盒啊，生产机壳啊、机芯啊呢啲咁嘅组装公司呢都会全面撤出嘅。因为呢间厂嚟到即係等于富士康，你做 iPhone 啫，你做装嵌啫，但个底板有啲嘢提供底板俾你，有间厂你提嗰啲叫覆铜板啊，譬如你呢啲系卖 IC， 你呢个卖胶壳，你呢个卖纸皮盒，你呢一个系卖earphone 嘅，即係嗰个 headphone 嘅，全部都有相对嘅厂配套喺度，然后佢做组装再出口。所以呢保税区就係咁用嘅，即係其实就所有嘅机壳有啲呢，譬如偏远啲啦，佢哋就会形成一个物流中心，就所有全世界嘅嘢，当然啦，以前係全世界啦，而家就大陆已经成咗个产业链，就喺嗰度呢就全部运咗嚟，跟住佢组装咗，然后经佢哋嘅合同去出口。日本人都系
香港人就少啲嘅，因为香港人咧，其实全面做咧系做两个行业嘅啫。第一个主要啦吓，即系主要啦，唔系话全部啦，玩具。所以最表表姐就孩之宝振泰啦，或者好似旭日集团啦，咁啊蔡志明啦吓，喺平湖哇，喺一片山岭，犀利啊！当年成个平湖因佢而生，咁跟住就到。所谓嘅制衣，我哋香港咧培训大陆嘅制衣嘅人才特别多嘅，咁但系近呢几年咧，其实都因为成本上涨贵撤退咗，咁啊制衣喺大陆已经基本上咧，香港人咧一连一个职位都冇噶啦，咁好多已经系去咗好边皮离开咗中国添，好多越南啊，而家埃塞俄比亚呢一类咁嘅生存。而台湾人最多嘅产业就系鞋厂，最低技术最密集，一系就高科技嘅，就系做呢个加工厂，即系做电脑啊、手机啊、电子仪器啊、蓝牙呢一类嘢，系相对比较多嘅呢啲厂，玩具厂就比较少，咁好似。分咗党派咁样，而台湾人呢最主要出口呢大部分啦基本上就去美国啦。啊、香港就会多样化啲嘅。但係因为以前有配额啦制衣呢都系美国为主啦，但其他嗰啲呢就会多样化啲啦。咁而日本呢做日本厂加工啊，譬如好似你 Panasonic 啊好多嘅厂喺大陆啦。各自嘅生产，但是每一次当他们离开的时候，基本上都连根拔起。我们生意失败，即是我做制，我自己做这个物流生意啦，我失败是因为有两间厂。一间呢就在固素是做这个印刷业的。后来卖了给梁柏涛。咁呢所有的文件啊签约咧都喺大陆签，咁佢离开，咁啊当时嘅汇丰嘅同埋恒生嘅信用卡啊支票簿都系佢生产印刷嘅，咁啊号称全个亚洲区第二大嘅印刷厂啦，咁间厂就搬咗上學山，咁但系咧盐田贵有我哋做，香港贵有我哋做啦，咁一夜之间败亡啦，咁啊钱又损失咗好多啦。啊，咁香港公司就直头卖咗俾梁柏涛，咁件事完咗，亦都有一啲鞋厂，尤其喺盐埠啊、丽水啊，而家叫佛山啦、啊，嗰阵时就叫南海。除咗玩具厂多之外咧，好多系鞋厂嚟嘅，咁好多因为低科技啦，啊，譬如好似广州石井都有。咁啊，起身嘅时候呢，日本人係会全部所有嘅粮会出清晒，所有嘢搞掂係全身而退。而台湾厂近呢几年做得好啲，因为呢当大陆嘅税啊各样嘅优惠啊冇咗嘅时候佢撤出呢，而家咁讲，而家基本上呢都光明结业嘅。但係呢就成条产业链连埋运输连根拔起。甚至连小三通大三通都好啦，都冇。咁讲一讲啦，香港同埋日本同埋呢个台湾啦，佢哋日本人喺度生存嘅一个小区嘅，台湾人就台商协会啦。佢哋一般台湾人呢，佢哋会食返佢哋进口嘅食品嘅。譬如深永糖果是一个日本牌子，留咗来台湾二战之后，咁台湾人呢好鍾意食深永呢个牌子嘅糖果。咁当时呢好多时候呢啲食品呢小食啊、饼干啊、飲嘢啊，好多嘢都系经小三通啊过大陆，咁台商呢就喺嗰度呢就食零食，都系食呢个类型嘅嘢。当然唔系旺旺，唔系康师傅，咁就讲咗俾你听啦。咁而日本人亦都相对一样，香港系另外一件事啦。香港人因为一条筋，香港人基本上有一
半以上呢是大陆走难落嚟嘅。所以呢冇办法，佢哋好多时候开厂呢开返俾乡喺乡下。譬如东莞即係东莞啦，即係佢哋叫下，即係东莞嘛，叫东莞。东莞呢就喺返嗰度开。咁佢哋呢就嗰、那个根喺佢哋嗰做到。好多嘅叔伯兄弟都喺嗰度，佢哋做唔出啦，香港人。唔够台湾人咁心狠手辣。以前即係早十年八年台湾厂嘅时候，佢啲机器漏夜停工，跟住就已经卖得嘅卖啊，剩返嗰啲呢佢摆到，跟住呢连根拔起呢嗰个台湾人就走佬返台湾，你吹得我涨啊咁。啊，你啲伙计生死同佢冇关系，你嗰啲离货啊，所有嘅配套啊，或者同你买料啊、食材啊，包括街市啊，即系外判嗰啲叫做餐饮业啦，即系话嗰啲食堂啊嘅送菜钱，你都唔好谂住你会收得到，越拖越长咁走。所以咧，台湾人一走咧，好得人惊。咁当然我一个受害者啦，后尾都结束生意啦，啊，即系有之后破产啊之后嗰啲嘢啦。咁但系香港人有啲唔同，条根喺大陆，佢哋做唔出。咁香港人通常嚟讲，佢唔做，佢搬咗间厂都好啦。咁佢本身以前买落咗嘅地，或者佢做咗嘅宿舍，即系俾员工住嘅宿舍咧，佢哋留翻佢嗰啲，下低做铺仔，做啲小生意，然后上高咧就出租俾啲民工。咁咧好多人咧就靠收租生活啊，喺东莞啊，喺新会啊，喺开平啊，开平厂少啲嘅，江门啊，南海佛山啊，好多都系佢哋个。间厂收咗，但系佢条根冇收，佢做唔出。佢哋会留翻佢哋之前买落咗嘅物业，或者将个有办法、有能力嗰啲，就将厂地变屋地，跟住起屋过嚟出租。香港人咧就留翻喺嗰度咧，就做翻啲小生意，同埋做啲出租物业嘅嘢。呢一个咧就系日本、台湾同香港嘅分别。好奇怪嘅，就系根嘅所在，所以咧日本人系高质一啲，甚至对二奶都好啦。日本人咧就好少包二奶嘅，佢哋基本上就夜夜开心，包个俱乐部，包个会场，或者包间酒店喺度开无遮大会，多的是。台湾人一样。佢哋有台商協會，裏面乜都有做，但係台灣人之前做節目講過，就好興咧，就睇下邊條女有工作能力，大學畢業，就想辦法搞掂你，跟住你幫佢看廠看城，出面再玩就另外一件事。亦都做過節目，就講話台商好中意一棟樓。啊，唔同台商包唔同地方嘅女就互相監視，咁啊聽翻之前啦。香港人就鍾意真係包二奶，冇功能性。即係日本人玩台湾人包二奶，係要嗰个二奶帮手生产，另外再滚。香港人如果真係识条女嘅，唔好话厂家啦，或者係啲中港车司机啦，流落咗喺度啦，产生咗感情，真正走唔甩嘅係香港人。香港人相对喺另外两个族群呢，係相对重感情一啲。好多时候呢，即使香港有老婆或者有仔女都好啦，佢哋留咗喺度呢，佢哋呢都唔会全身而退。梗有手尾根。我未必见过呢可以撇撇脱脱咁走。啊，始终有联系囉。咁呢个就係香港人，你话佢成功有失败有呢，所面对嘅大陆发生嘅事。包括对嘅伙计
大陸叫公仔啦，個公仔嘅伙計佢都係咁諗，但係因為你係咁諗，反而大陸人打工嘅做生意嘅就好多，雖然咧表面上即係咁分下，佢哋覺得日本人高佢一等，係乾淨文明嘅，香港人係水魚，台灣人係心狠手辣，呢個係基本上國內嘅人对呢三类嘅厂家嘅分别，因为日本人真係干净有规有矩，揸到啲嘢好严谨，好有制度化。台湾人都系，但係佢用咗高压手段，朝头早起身做早操，喺个操场度不停咁做，跑来跑去，然后又要演讲，个厂长出嚟演讲，跟住你哋讲好晒你先走。每朝早又做早会又剩，香港人随意啲，香港人讲人情。但是在他们眼中，香港人可欺，因为你们条根都在大陆，他们表面上很尊敬你香港人，但心底是另外一套。台湾人他们不是那么尊敬他，但是他们知道台湾人惹不起。第三，他们知道日本人均真，可样样要真係依正手续去做一啲嘢，所以佢知道呢佢哋能够呃你嘅机会唔多，只有香港人。所以呢一节节目做到呢度。我初相识嗰阵时呢，成块面都红波波嘅，有牛皮癣有食，食咗敏迪之后嗰、那个情况点啦，食咗已经冇咁痕㗎啦。哦，冇咁痕。咁啲皮肤个滑正程度系咪好咗好多呢？翻面就差好远啦。块面就争好远，咁之后人系咪自信心大咗咧？基本上本身都系有啲嘅。你食敏迪咧，食嘅剂量系食几大咧？通常都系我咪食四粒嘅。哦，咁你即系你都唔系十分严重嘅啫，基本上系咪？因为我有啲网友咧系银屑病嗰啲要食够八粒，因为佢即系头要爆头嗰只噶啦，已经去到好严重。对你嚟讲，你最大嘅改变系乜嘢咧？去到我谂肠胃最大改变，肠胃最大改变，即系除咗牛皮癣之外，其实我原来咁多年来都系有呢个肠胃敏感啊。即系肠敏感啦，即系好容易肚屙嗰啲啦。系啊系啊。敏迪其实个原理上咧，即系所有敏感佢都诶去可以有帮助嘅，基本上。咁而家就唔会话成日肚痛啦。系啊，以前一饮到啲冻水就会即刻肚痛，即刻嚟啊。仲有呢啲皮肤质素都系改善咗好多噶嘛？冇咁红咯，冇咁红。咁系咪沟女咪易咗咧？未试过。嗰个咧系一个南亚裔人叫德仔，佢基本上咧就一条头发搵唔到嘅。咁咧就后生，今年就30岁，用咗支洗头水加支精华素，咁就见到咧用咗个半月，就见到我哋而家嗰个广告咧圆形头壳出头发嘅情形，佢啲毛毛用翻晒咧就全部出翻晒。咁可能迟啲啦，等啲毛囊疏通咗之后咧会浓密好多嘅。